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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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不要靠近了，先不要靠近了。盖先打开，盖打开了吗？盖打开了吗？我不会搞弄它啦。只有手套。要弄它了，这很危险的，直接过来了。你的引擎盖开关在哪边？我就知道。啊？这不是我的车。要走吗？对呀、啊，他真的在冒烟啊！我就一直说他在冒烟。他那边。新买公司开过来而已。这是谁的？你水箱是爆了，想爆吧？你不懂车，烟是从后面冒出来，有办法撑的吗？像那个杆杆，它的那个杆子，照一下，照一下是没水了。你去放灰矿吗？先不要加啊，先不要加，因为现在里面是高温，里面没水了。好啊，在底下要小心哦。有热哦，完全没水了，贵的打铁啊，没加水哦，最贵打铁啊。